记了，忘了。我说你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说你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我到后面去了，当然也非常谢谢所有的病友林家属，谢谢你们，因为这个音乐会其实时间还蛮长的，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到现在。当然呢，在场所有的除了病友家属之外，还有我们非常努力一年来非常努力需要加油的医疗团队，在哪里？对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围绕在病友跟家属的周围呢？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都要努力的成为他们隐形的翅膀。我希望我能到后面去，所以医疗团队可以帮我挡着路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你只有双隐形的翅膀，一起飞飞过绝望，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你只有双隐形的翅膀，一起来，一起飞飞过希望，我终于看到所有
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。你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，不害怕，哪里会有风筝飞多远吧。嗨，我们下午才见过面，加油，我可以在你旁边跳吗？OK， 好，大家要小心，不要伤到这个病友啊，所以保持冷静哦。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。我知道你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一起来。一起飞，飞过希望。流畅了，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。你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，不害怕，哪里会有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。你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，不害怕，哪里会有风筝飞多远吧。隐形的翅膀，让梦很久比天长，留一个愿望，让自己一起来想想。当然了，今天来的人特别的多，所以有更多的温暖与更多的支持啊！我不需要这样的。这么亮的镁光灯都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温暖。那还有很多病友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可以让我知道你们在哪里，这样方便我其实接下来的歌曲呢，我可以接触到你们可能的质疑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带来这首歌曲，这首歌曲很重要。当然在场的病友有没有夫妻档？夫妻个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要带给献给在这条路上面不管的夫妻档，你们是互相支持最棒的家人。当然呢家人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持，那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重要而且很有意义，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唱，然后介绍这首《等一挂给昂》。因为你是你的家
写得比伊较重要。伊的一生会予恁当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恁就予我先走，因为我的狗。为我目屎流。我相信夫妻之间在健康上的支持一定是很坚定的，牵着手走下去。如果有一个人要先走的话，那就是我好。加油！有一日咱若老，有心有囝你有孝，你若无聊，替咱的相片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缘投，千好千歹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了，伊的手你著甲伊牵条条。因为你是你的骄傲，我看到后面还有人。伊用天尊的你领导，伊对少年就替你做教导。人间世事我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伊较重要？因为我的有感帮你为我目屎流。